TWICE 在迎来日本出道7周年的2024年宣布推出他们的第五张日本原创专辑 Dive， 同时他们也公开了新的视觉形象。另一方面，三娜公开了一组富有魅力的画报，凸显了她的冷酷形象和纤细身材。子瑜为胖的拍摄的最新宣传片出炉。Block B 的 Zico 的新曲 Spot 正在席卷全球排行榜，该曲已登上了 Spotify 的全球每日热门歌曲排行榜，截至4月27日，并跃升至第84位。此外，他在1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行榜中进入了前10名，每日的流媒体播放量约180万次。在韩国，自从登上 Bugs 即时排行榜一位后，直到本月29日上午7时，这首歌一直保持住冠军地位。在 Bugs 和 Melon 的每日排行榜截至4月27日中也获得了一位。这首 MV 已经突破了1500万次的播放量。